解放，我回来了。解放，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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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放。小米粒，你咋的了？我不是你姐夫啊。我不找你，我找我大姐夫。你这，你大姐夫跟你二姐夫差哪儿了？你俩不差哪儿，但是你比我大姐夫多了个二。我比他多了个二。我二啊我。小米粒子，我问问你，你二姐夫对你好不好？好。你二姐夫现在事业做得大不大？大。那你二姐夫跟你大姐夫差不差？差。行了，跟你闹了，我找我大姐夫有事儿。站住，有啥事儿不能跟你二姐夫说说呀？不能。咋的了？因为我大姐夫为人正直，办事儿公平。站住！我跟你说，你对大姐夫的这种评价那就是误解。街坊邻居们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对大姐夫的这种评价也是误解，它完全是一种表象。别不信，我告诉你，刚才爸把我叫回来，我看见爸跟大姐夫啊在小区门口不知道等谁呢，可能咱家要来客人啊。那是我大姐夫他爸赵大爷要来咱家串门。赵大爷要来？对呀、啊、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也去接。走，等会儿。呦，赵刚他爸来了啊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当着你的面我要戳穿他。我是街坊邻居吧，赵刚他爸来了，赵刚子对他亲爸和对他岳父肯定不一样，肯定不能公平。那要是公平呢？公平我向他学习，我服了。我就那要是不公平呢？不公平我就当着街坊邻居的面我戳穿他。从现在开始你得承认我比他强。亲家到。来了。哎呀，家长坐个正啊。赵大爷好。小米粒，咱哥俩啊。赵大爷，钱振芳，哎，没长个儿啊？我还长什么个儿？我，哎呀，赵大爷，您这只鸡可是越来越精神了啊！哎呀，这是我的宠物啊！哎呀，心肝宝贝儿、啊，心肝宝贝、啊！哎呀，你把这心肝宝贝交给我，我拿后边给你喂喂。哎，啊，喂点软和的啊。您不用，您交给我吧，我来干。你爸来了，你还不陪他聊聊天？放心吧，赵大爷，您坐，快坐，快坐，赵大爷。那个小米啊，哎呀，别小米粒的，这老人家刚来，这还没坐下呢，你不问问老人家吃饭了没有啊？渴不渴呀？要不要吃个大苹果呀？我爸又不是外人啊，天天来咱们家，几乎没事就来啊。我想吃大苹果。你看看，想吃苹果了。不是爸，你平时不是不爱吃苹果吗？那来你家就吃。你看，这跟老小孩就这样。那行，那我给您削个苹果啊。平时一年你都不吃一次苹果。哎呀，亲家，鸡我给你安置好了。哎，好啊，行嘞，你喂着呢。哎，受累受累。赵刚子削苹果去了。你看他把苹果拿来以后先给谁？好，你看着。啊，爸，我给您洗好了。哎，你吃吧。哎，等会儿。岳父啊，哎，这是新品种的苹果，这是买了以后，这不就剩这一个了？你不尝尝？苹果啊！爸啊，你不能吃，为啥？你血糖加号好多了，你不能再吃。我吃一个行？不行，医生说了，你真不能吃，你忘了吧？看见没有？这不是你爸吃。咱爸本来就有糖尿病吗？人家那大夫说了，我少吃点没事儿。你看。真是，你就看不得别人在旁边吃东西，回头妈又得说你。你这怎么整啊？你说就这一个苹果，你说你，爸，咱说好了啊，你要吃的话只能吃一半，一半也行。行，爸，那你也吃一半吧。啊，行，好吧，啊，我切开了啊。你看啊，他切开以后，你看他先给谁？嗯，我跟你说，赵刚子，你看着，看，哎。必须得一起给，两个爸，你先给谁后给谁，这容易摊上事儿。漂亮！哎呀，先别吃。哎呀，赵大爷，你看你儿子多懂事啊，分一半，咔一块给。但是这两半明显的大小不一样啊。是。你看看，好像我这半大点是吧？啊？
我这边大呀。对呀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大啊，你这边大、嗯。我跟你讲，我爸这块大，我就是为了让你少吃点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爸，你不能吃太多，你就少吃点吧，好吧？啊，我把大的给你岳父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给他大的，你尝尝怎么样？味道？我跟你说，赵叔，这你儿子还是对的。你看这半苹果多红啊！啊，是是，吃一口肯定甜呢。啊，是吗？你尝尝，甜不甜？嗯，真甜。哎呀，岳父啊，哎，你拿块瘪茄子干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瘪茄子？哎呀，你看看这，你看这颜色，你看这还发青呢，是吧？这肯定酸不溜丢的，你尝尝。是吗？你尝尝。哎呦，赵刚子啊，你咋知道我爱吃酸的呢？爸，你就闹，我就不相信一个苹果能吃出两个味儿来。看见没有？对他爸和对你爸就是不一样。你在抢什么？哪个给他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干啥呀？好吃啊！什么干啥？干啥呀？你在这嘀咕啥呢？我表扬你呢，你太聪明了！咔，一人一半。你表扬我啊？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怎么的？你是不是又给我挖坑呢？我两天都没给你挖坑了。行不行？啊，过来来。哎，你是不是你二姐夫又跟你研究点啥事儿了？爸，我跟你说啊，等一下。啊，你别光笑，配合我。哎呀，倩倩，哎，这屋子那么闷呐，我进来这么一会儿，好，浑身是汗，是闷吗？不是，你把或者门窗全关着呢，就把那窗户开开，快快快，啊，把那门开开，热死了这。哎呀，你这说你冷，屋里有点闷。大侠，哟，哎呀，这屋怎么那么冷啊？是啊，谁把门开开了？我把门关上，我把门关上。哎呀，哎呀，那个冷死我了。对，爸呀，那个窗户好点了，这好点了。你好点没？不是你没看着我这满脑袋冒汗呢？把窗户开开，怎么还都关上了呢？哎呀妈，冷死我了！哎呀，哎，这风就往这脖子上，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谁让你关上了？开开，关上，开，关，开，关，开。关亲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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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哎哎哎，赵刚子，干啥呢？你跟这你跟这门有仇啊？你干啥呗？你在这儿啊？我跟门没仇，我把我自己给仇死了。顺风来，你过来，你帮着我完成这动作。哎，小明，你过来。啊，大姐夫，你咋把人俩老头惹生气了？不是，我咋觉得我智商有点不够用呢？小敏，你就说，那个咱这鱼和熊掌怎么才能兼得？那还不简单吗？养一头。会抓鱼的熊呗，脑筋急转弯啊！我就问你，这门怎么才能开得合适？那找两个都愿意开门的老头呗。你去一边去！不行，我必须用点传统方法啊！哎呀，你这身体这么棒，你至于这么冷吗？你我这身体就是看着是硬硬邦邦，实际摸一把就是暄暄腾腾。这大夫都说了。我就是体虚啊，我知道啊，你是，这就是不能这屋里冷，我受不了。哎呀，冷死我了，爸啊，来来来，您快站起来，干啥呀？来，把这弄上啊，来，背在上面啊，垫好啊。哎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好点了，好点哈。啊，您坐下，您坐下，别动，听话。啊，来，把抬起来。啊，哎呀，爸，你可真行啊，你说你这也不注意一点啊？不是。不是你这么一鼓捣，我热了，我热了。没事啊，你听话，你就可不敢感冒啊，好吗？不是，我想脱一件，你别脱，哎，这儿，哎，这儿挺好的，特别像那个扎干湖冬补的。我都快要中暑了，你把这门给我开开，快点。不行，爸不能开啊，这开个门以后就过堂风了，真容易感冒。我要的就是过堂风，我受不了了。不行，爸，不行，我脱一件，我不能脱，蒸馒头不能接锅盖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爸说的对，好，捂着啊。爸，你现在感觉好点没有？出汗没？这么着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床棉被去。你给我回来吧，还拿棉被？你别管我了，你爸来了，你做点饭吃吧。哦，行行行，别管我了。你现在还冷吗？我热死我了。好，那行了，好。
爸，你等会儿我做饭啊。潘明啊，过来过来，给我搭把手。去。行了，脱了吧，别跟我较劲了。爸呀，你这都捂出痱子来了吗？张大爷，您这个机场挺忙的吧？忙啊，金姨咋没来呢？就是因为忙啊，要不然你金姨就跟我来了啊。那你这回来呢是有大事啊？大事啊，喜事啊，大喜事啊。啥事？这不全是搞那个京剧片儿大奖赛吗？我进入前八名了，到市里参加决赛来了。哎呀，我光知道您京剧唱得好，您还能得奖呢。哎，你小看我了。你来一段呗。唱的什么呀？就是齐齐排骨团呢，那夜晚。哎呦，这我给你鼓掌。哎，行。哎，街坊邻居们听不听？你看看，你这尖叫声，来。哎呀，你看看。停！我跟你说，我们街坊邻居就是热情啊！那我就当是练习练习。来！趁夜晚出奇兵，突破防线，猛穿插巧迂回，分割围歼，入敌后把他的套路截断，定叫他守卫战功，不怕增援。空间敌人在今晚，绝不让美丽诽谤一人扛。吃饭。哎呦，我说大爷，您肯定能得第九名。爸，哎，您把这碗鸡汤喝了。等会儿。鸡汤啊！哎呀，刚子呀，我被你感动了。赵大爷，我必须得道歉这个事儿。这不是今天您来吗？我就觉着赵刚子对你和对他岳父肯定不一样，肯定不能公平。看来真是不一样，他对他岳父是太好了。你看我岳父今天体虚啊，身体不太好，这不赵刚子专门把你的心肝宝贝儿给炖了。哎呀，赵刚子啊，爸，赵刚子是我，是我儿子吧？不是，我是你爸。你听我跟你，你做的对呀。虽然不是爸爸那点快乐，但是呢，你也算是给你岳父补了身体了，这也算是救死扶伤啊！好事做得对啊，爸。爸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赵刚子，你太不像话了。我是身体虚弱点儿，那你也不能炖了你爸的心尖宝贝儿来补我的身体。这碗里炖的。是你爸的心尖宝贝儿。对，这碗鸡汤你让我怎么能喝得下去？哎呀，你要再放两片姜就更好了。赵大爷，您的心尖宝贝儿在这儿呢。我知道，刚才我就看出来了，那里边是，我这是母鸡。我大姐夫啊，为了给您补身体，特意让我去市场买的小笨鸡儿，昨天晚上小伙就给您炖上了。二姐夫，哎，服气不？我早就服气了，我跟你说，大姐夫好样的啊！我跟你说，师傅，哎，其实我得向你学习，哪能？你做了很多的贡献，哎，你不信我问问街坊邻居，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？哎呀！哎，你说这鸡汤我都给喝了了啊！你爸吃什么呀？嗯，我爸他不喝这个，我爸吃肉。来，把肉给我，爸，这肉全是您的。这肉我可不吃，这肉你吃啊！我大姐夫办事儿就是公平。我告诉你们说，对岳父和爸爸那就得公平，因为两个人都是爹。来。